要出门，你要工作，带宝宝去聚会啊，只要手持的，而且它是没有电的，不用插电线的，就是你只要马达跟这个喇叭头跟储物瓶三合一全部合在一起，你只要拿着它就可以啪啪照。胶的，它是细胶的设计，所以它不会像过去那种硬硬的，让你的奶头这么的不舒服。做得很可爱吧，很简单，这就是开关。有哪两种模式？你点开来之后啊，它会先进入一个按摩的模式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刚开始，我们刚刚有讲，你要唤醒你的奶头，它总共有九段，总共有九段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你按摩完之后，你可能比如说我通常会按个一两分钟，先让奶头稍微做放松、柔软之后，选这个爱心的地方，它就可以变成这边，你看，而且它是中文字哦，吸乳的模式，它从最小的，你看从一。一直到总共有九个段哦，九段，用两个，同时两边一起这样子用，双头的软管就直接把这个管子就两边都插上去，好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插上去，然后插上去之后啊，接主机这边接着有没有，你就可以直接放在这边吸了。如果你要去看你的朋友啊，不大家都会送尿布啊什么的，但我觉得你可以送这个，因为它直接你看它设计就是一个这样子。一个这样的礼盒，一个马达，非常可爱的小的马达，以及两个储物瓶，然后上面有两个喇叭头，它里面就是一个很完整的配件组。你看，它还有，它连奶嘴头都有附哎，附一个，对啊，一个奶嘴头，然后单边吸管，两边吸管都有，两条，对，然后一个这个，就像刚刚这个是还没有使用的，是的，它会像这样子，所以这台是台湾设计的，一年保固，它是原厂，台湾原厂总代理，这边下单的话也是有一年保固的哦。然后这台它主机是148。它有附一条传输线，然后跟一个就是充电头，那充电头是国际电压，所以是110到240都可以用，所以如果你是出国啊，其实也可以带去用，是很方便。